走好久了，大概走了有点几点，应该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半小时，可能现在还是在路中间。然后刚才是沿着断崖的海边走，然后现在箭头指示从中间穿过去，所以这边算是山的部分，然后大家都停下来休息，但是我休息够了，所以我就继续走。大家也只有四个人，就是路上遇到的人是陌生人，然后我就要继续跟着这个指标继续走。那个指标也不说一下还有多久才能到终点，已经两个半小时了。刚才地图是说这个 hard 路径呢大概会走四个小时，是三个小时。然后我一开始不是要选这条路，但是不小心走到这条路就走不出去了，我只好继续走，继续朝着这条路走，不然我就走不出去了。所以在这两个半小时之间呢，我拍了非常多的动态啊，突然觉得有点在拍那个那叫什么在荒岛的那个，好像有人了。好了，那就先到这边，待会见，拜。